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，200米处有连续违法拍照。已为您切换路线，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2公里，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不要走左侧2车道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请保持直行，走右侧3车道。前方500米，红绿灯路口直行。小爱同学。300米处有违法拍照。小爱同学。请保持在。增加屏幕亮度。亮度已增大25%。小爱同学。我在。说话哦，小爱同学。调整音量到80%。音量已减小10%。小爱同学。我在。打开音乐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调整音量到90%。